哎，刘叔啊，这班学的有点收获吗？那肯定有啊，那这有老师就是不一样。咱爷俩就不白忙活。那，哎，刘舅，哎，这你天天晚上都陪我出来，你可别让我妈发现了。那不能，我一天也挺忙的，你妈不会发现。哦，那就好，是吧？嗯，咱俩比赛，看谁骑得快。行，走走。佩云，我鱼呢？张涛，我去给你拿个凳子啊。不用，别别别忙，别忙。那我给你倒杯水吧。晚上有时间吗？有事儿啊？请你吃饭。哎呀，你请我吃啥饭呢？老同学坐一起聚一聚，聊一聊。不行，我晚上还得给我儿子做饭呢。把孩子带着不就行了吗？那多麻烦呢！麻烦什么呀？哎呀，不行，我真的给我儿子做饭呢。中午有时间吗？咱们就改中午。算了吧，以后再说吧。就中午吃饭，好吧？别推迟了。我过来接你。好吧。哎，进来。可以进吗？范爷，你坐这儿啊。这两天配合两样吗？我咱俩团结一致，咱就 OK 了。嗯，别给我抬杠就行。不跟你抬。哎呀，形势一片大好啊！别废话，听你的。谁？哎，赶紧给我叫出来！哎呀！哎，你好，什么好不好的啊？你怎么？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忽悠呢？你俩玩傻子的吧？啊，来，你不说洗不掉吗？你看看，来。哎，它不掉啊，这个色儿啊，它怎么？你整的这油花色的干的全秃噜皮了，我女朋友还以为嘎巴呢，一抠全掉了。怎么还秃噜皮了呢？全翘皮了。哎呀，我就说不行，你不信呢？那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我哎呀妈，给我蒙住了。底料啊，底料有问题。什么底料？你看啊，就是油画那玩意儿不是布吗？底料在布上画吗？底料，这个油画色抓布，你这是肉啊，不抓肉，还是底料的问题。你是废话吧？你那次我在你那洗一次纹身，还得用布做块胳膊呗？不是那意思啊，要不你别生气啊，咱想下一个方案。你别想方案了，想啥方案？赶紧去合计那个什么。我的女朋友都让你想黄了，你还想啥？小宝，你消消火啊。那个，把那200块钱给人家。200块钱能行吗？200块钱呢？不，怎么？哎，小豪，你听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200块钱先给你，然后咱们到办公室想下一个方案，好不好？不是说怎么还什么方案呢？我那女朋友都黄了，你再给我找一个呗？你再给我找个，咱商量，要不不商量？不是，这不是婚介所，不是找朋友。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找不着你就赔偿我精神损失费，明白不？这跟店里没关系，你俩的事你们俩。我不管是店不店里。我既然在你们这店我做出事了，女朋友给我做黄了，你们店就给我出人，不管是谁给我赔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出什么？还出人？出什么人呢？说是你给做的，做完你就给人赔了。我赔你啊，给你当女朋友。那走吧，去吧。不讲理啊。怎么就不讲理啊？我让你赔钱不对呗。你少说点啊。在这儿撒野是不是？你说没用的干啥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你信不信？你是不是撒野？哎，我你是不是？哎，你敢打他吗？你敢打他吗？这是妇女，敢吗？敢吗？老人敢吗？敢打老人吗？敢吗？你小样，你头型，你弄的像个素梅似的，你出来了，恶心你！你看你那样，你看就。你信不信？我说就出来打啊！哎，老婆子，哎，出来了，哎。回头。
早餐准备好了。妈，你这小帆起来了？太太起来了，完在园子里撩呢。你说你这都来多长时间了？还园子园子种菜呢？那叫跑步，知道吗？撩撩，往哪撩啊？我又说错了，我要改。行。嗯。喝奶不？孩子，小点声行不行？不用喝了，这不一会儿早餐一块吃吗？嗯。哦。这还跑什么步呢？哼。哎呀，太阳从西边出来。起来了，妈，是咋的？这想起晨练了呢。啊，我活动活动，要不然胳膊腿都破血了。你咋的了？昨晚上喝多了。头疼啊。嗯。来帮你按。你。哎呦嚯！哟吼吼吼！哎呦。舒服吧？嗯。哎，媳妇儿，嗯，这家你冷不丁的就对我这么好，你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哎呦，哎，我有点晕。去，啥呀？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，这都这话都说都听出讲的了，有那能耐吗？还整个油彩给人画呢，画人搁家就能画。这小子也够虎的，这他也信。我昨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就得出事儿。感觉你不说。你不听话呀，我拉不住你呀。事后诸葛亮有什么用啊？你这样就得让人一顿胖揍就好了。刚才没人拉我，就您俩。就他那样的揍我呀？就他那样的啊？你都吓跑，差点就没撞墙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保护美容院，你打起来怎么整？这美容院怎么器材各方面化妆品怎么整？就他那小样，我咔一个大鼻子，啪我就扔那儿，你信不信？你别啥呀，你都尿厕所去了，你都眯。我就保护美容院吗？我呀，你那能耐我可知道了，你呀，你咔一个，咵我就干那儿，这小样你，哎呀，你就说事儿过去了，这哎呀。都不来劲儿了，一个个的。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啊？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怎么办呀？影响出去了？什么影响啊？群众影响呗。哪有群众影响？咱是骗人吗？不是骗人。咱不能纹身，咱给人画道。咱是为了他爱情，保护他的爱情。你拉倒，你别爱情了，你可得了，你起来。干啥？起来。我起来干啥？下课了。我宣布，你现在就坐庄时候到了，是不是？你犯这么大的错误，给人还赔了1000块钱，你瞅瞅你。我赔1000块钱，我不还挣1000块钱？那不就等于没挣吗？那1000块钱是挣的吗？那是给人干活，明白这道理吗？那不是卖卡。起来啊！这回轮到我坐庄了啊！你听我的，下一步你的工作，你选：扫地、擦玻璃、清理厕所、回家，一共4样。这么狠呢？不是狠呢，咱们得给别人看呢。你这属于犯错误。就一下一点过渡就没有，就给就拖地就是。往哪过渡啊？过渡那屋去。美容你会吗？现在就缺这个。我现在还负责一个减肥的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呢。给我，给我，不用你管了，好吗？到哪儿呢？行了，好好工作，
师哥，你得真正认识到这次是错误的，往心里去。啊，你有点太狠，你有点太狠。再问你就回家待一段，就说病呗。你这么的行不行？你就别开会了，不别开会宣布这事儿行吗？宣布啥呀？就是你直接就擦地了，我轮到我上班了，我管了。咱俩刚开始抓阄的时候不镇定的吗？很自然就过来了。行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心里能平衡一点。啊，就轮番坐庄呗。对呀、啊，那个，反正就我就跟他们说我是自愿扫的地，你爱咋说咋说，反正你扫地。哦，嗯，要不然，那就谢谢你呗。啊，那不用谢。你现在就准备去扫去吧。老胡，嗯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说吧。你把那个阿威辞了吧。啥？把阿威辞了。因啥呀？不因为啥，我就是瞅着他挺闹心的。哦，你看人闹心就要把人辞了，那你看我闹心，你把我辞了呗？不，你有病啊你啊！你说人家阿威，人家干挺好的，现在你全公司上上下下人反应都不错，挺有能力的。那我说辞就辞人家，那咱得总得有个理由是不是？有啥理由啊？你自己心里想的你还不清楚啊？我心里想的，我可清楚了。我心里想的，我就想怎么把这公司干好，怎么多挣钱，养活你，让你过好日子。我咋想的？我想啥？你说你吧，我就发现你是不是放着好日子你不会过呀？你现在不挺好的吗？你开车出去购购物，完游游泳，健健身，美美容。三哥，嗯，你知道咱俩啥事儿啊？我这二肥呢？里边干活呢？去把二肥叫的，有点事儿。三哥，你有啥好事儿咋的？去叫去。行，我这就去。你说这也太别扭了，走了个裴总，来了个范总，这又整出个马总。这范总和马总还什么都不懂，这美容院不要红摊儿吗？可不是，你说这饭桶刚下课又来个马桶，这美容院这么下去没好。这都挺配套来的，先是饭桶，然后再是马桶。马桶，马总，你这小孩这嘴也够损的了，这么大岁数就搞我们叫饭桶。没有，马总。上班收拾收拾。哎，刚哥呢？出去了。对，你那拉丁舞学的怎么样了？哎呀妈呀，简直都着迷了。那季老师夸我条件挺好呢，过两阵跟我搭档还参加国标舞大赛呢。你那老师是不是长挺帅呀？那必须的，再说那拉丁舞咔咔的，真的。你行了吧，这衣服不方便。我告诉你，那韵律老毕了，老有感觉了，节奏1 2 3 4，真的行了吧？咋的呀？你有想法啊？
我能有啥想法啊？那阿豪整天看着我，跟警察似的，整个一个醋缸，真的。哎呀，阿豪吃醋，那说明他在意你。你拉倒吧，要你你能愿意啊？成天跟着你，烦。你是不是喜欢人家老师了？咋说呢？说不明白，就那么事儿呗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跳舞归跳舞，你也离那个老师远点儿。那阿豪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万一出点啥事咋整？哎呀，知道啊。开会。对于美容院呢，咱们这个情况和现状大家都清楚，啊。作为美容，严格上说，我们两位是外行，你们是专业人士。既然大家想在这儿干，我认为啊，就别说三道四，背后就别议论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。你们小小孩嘴也够损的了，什么饭桶马桶啊？我们多大岁数了？啊？谁？还有这话吗？谁？我讲话。马桶是？谁是马桶？谁是饭桶？谁说的？马桶饭桶的？谁说的？开会呢，你别管那事儿。这家越整还越嘚瑟了呢，都。这样啊。咱来个民意测验是吧？那个，如果愿意在这干的，咱们就不用举手了；不愿意在这干的，我看看谁把手举起来一个。你也不想干了是吧？小金子，来了就让你站吧台啊！你看着看着办。全众叛亲离。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目前美容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现在刚子在外边呢，正物色人选呢，是吧？等找了总经理了，我和他老舅。基本就得撤，你们不能看我们。哎，干啥呢？你告诉我，不是让我找谈话呢？上外面啥？你呀，你那什么，裴经理都说过你做美容做得好，啊，不行我跟马总商量商量，给你涨工资。你干活去吧，你涨啥工资？你先干活去。外边都整完了。你擦擦玻璃。玻璃给我呀。厕所，你先去擦去。哎呀，我这谈话呢，你把你们都支持马总工作啊，嗯。我呢也这么大岁数人了，说你们现在张着走，确确实实。我是没面子的，你看，擦地这个人坐庄，你们都捧过来了，这轮到我坐庄，人散了。再说我也没法向孩子交代，坚持几天。你们俩以后也不用搁那站着了，直接你们都学美容的吗？这都可以干，叔就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反正你们。再想想行不？把这段维持过来，好不好？小金你，啊。其实，我和我们那位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。要是离婚呢，早该离了。
可为啥没离呀？为了孩子。再过三年，孩子一工作，我也就算解脱了。我本来还觉着咱们这些同学里边，就你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呢。没想到，我觉着我还不如你。至少你落个清净。哎，我劝你啊，最好别想离婚的事儿。你就是离了，也不见得能好到哪儿去。你想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干嘛要走那一步？我觉得，在我们同学里，你最优秀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。性格干脆，自强自立。当初要不是你喜欢那画画的，也许我还有机会吧。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提那干啥呀？不提不提，来。佩云，嗯，其实我对你，张涛。我下午还得上班呢，咱们走吧。啊，那好吧，差不多了。服务员，哎，买单。哎，小翠儿啊，你俩没打算要个孩子啊？打算了，他还说要两个呢。那不超生了吗？你俩啊，要一个就行了。我知道，这反正也是我定，他做不了主。哎，他咋没跟你一块来呢？他那边有事儿，那你待会儿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晚上过来吃饺子。我不打他也得过来接我。姐，哎，平平，哎，来来，哎呀，感觉还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还行吧。你坐坐坐坐，行。跟马总好好唠一唠。哎，你去忙去。行，啊，我跟婷婷单独谈谈。你坐，起来啊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感觉这几天没有什么效果。没效果？嗯。那你可能，你得感觉有效果才能有效果，你得要积极配合才行。嗯。因为这一段你的美容呢，所有的计划都交给我了。就是马叔跟你谈一谈这个事儿啊。行。嗯，听说你认识一个小男孩儿哈。你听谁说的呀？我，你就别管我听谁说的，是不是有这个事儿？嗯。你就实话跟我说，他是哪儿的？啊，他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。哦。嗯，以前还住过一桌呢。王太现在在群众艺术馆，好像是舞蹈老师，跳舞的。嗯，你特别喜欢他？反正挺喜欢的。看着没，这就马大帅开的美容院。哎呀，整的不错呀，生意还挺好的，不能让他笑的。三哥，嗯，咱下一步咋下手？要我说哈，咱就后半夜来，给门给他撬开，进里头啥值钱咱就拿啥呗。不行，小打小闹不行，这回咱下手就狠点。走，回去合计合计，啊，走。应该都给他拿了。按理说，我这个年岁的人不应该问你这事儿，但是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俩处，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这接触，啥程度也没到。就每次我去找他时候，他都带答不洗礼的，好像就像没有那回事儿似的。那他到底喜不喜欢你？他对我还行，究竟他喜不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是哪种喜欢呢，我也不知道。
那你咋没跟他提吗？没提过。你就特别爱人家。嗯哼。你这好孩子。哦，也许是当老师是吧？跟你俩装。那他为什么装啊？老师他一般的，他管小孩嘛，跟孩子面前的也不得装点吗？这样啊，无论是怎样，就是因为你喜欢了这个男孩，你为了他在减肥，嗯，他是你的动力，因为有了动力，你减下肥来才是你真正的快乐。无论这个事儿成与不成，这个都先配合减肥，好不好？行，那但愿吧。感觉怎么样？都到了吧？还行，就是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七层，谁费那么大劲上来做个美容啊？美容？我这是要结婚用的。结婚跟谁呀？还装糊涂呢？跟你呗。我还有谁呀？我妈都着急了，紧着催。你看行不行？行，咱就明天就装了得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说跟你结婚了？结婚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嗯，你这就算求婚了？那还咋的？那你这有点太简单了吧？连个求婚戒指都没有。戒指有啊，那不是太小的事儿了吗？你把眼睛闭上。真的假的？闭上吧。不相信。快点的，闭上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打开你心灵的钥匙。去一边去。真忙啊。喂。啊，我是裴倩。没事儿，我现在不忙，那个我现在过去呗。好好好，嗯，拜拜啊。谁呀？那个顺子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干嘛去？到时候我回头跟你联系吧，好吧。嗯，拜拜啊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坐啊，把你的这条腿放到后边，对，然后你的身体呢跟你这条主力腿成直线，把你的手打开。好，预备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大家做这个吧，不是太齐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，你们看好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。谁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请问你是金晓峰金老师吧？啊，是我，有事啊。我那个不是，大叔，我们这班吧，这老年人。你这岁数已经整不了这玩意儿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跳舞来了，我想找你，有点事儿。有事儿啊？那，你先出去等吧，我上课去，行吗？好，我们继续啊。来，跟我继续做刚才的动作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。哎，你说这个动作没学会，哎，我都没学会。我也好。金老师，大叔，你还没走呢？啊，这我先跟你唠两句呢。啊，那你说吧。美容院，美容院找我有事儿啊？那个，
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婷婷的女孩？婷婷，初中同学，高中，啊，挺胖的。认识，认识。你对她印象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的。假如啊，我说的假如，打个比方，如果这个女孩她要喜欢你，你能喜欢她吗？她跟你就这么说的？不是，我说是假如，我看出来了，我搁我们那做美容减肥呢，我希望呢，如果说你能帮她配合配合，我是这么个意思。她减肥，我怎么配合？女孩嘛，你千万别说我来找你来了，你就这样装不认识，咱帮帮这个小孩挺好的。行，完了，别说我到这找你了。行行，你就鼓励鼓励他行吗？行，大叔你放心吧。啊，那这是我一点意思。哎，这可是你拿，你不行，你拿啊。那我走了啊。啊，行，喝，大叔再见。哎，好。刚哥，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喝点什么？嗯，咖啡吧。我还想求你帮我个事儿。哎呀，还求什么呀？有事儿你就说呗。你再帮我找一个美容院的经理吧。再找一个，不用，那我直接回去就行了。你回去也行，还是帮我再找一个吧。为啥呢？盛，你怎么来了呢？你刚哥，这是我朋友盛子。啊，这是刚哥。我知道他是你刚哥。来瓶啤酒。好的，稍等。妈呀！嗯，我去同学家补习去了啊。去吧。啊。彪哥。哎。你单位最近挺忙的吧？啊，老忙了。哎。我看你这些日子也挺累的。嗯。没啥事就早点歇着吧。啊。那什么，我得出去办事儿去。还办事儿去啊？啊。啊，哎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坐吧。哎，您别走，还有事儿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找我女朋友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我找裴谦帮帮点儿，帮个忙。他凭什么帮你？他欠你的。盛子，你能不能不搅和呀？他才是瞎搅和呢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别拍我。你误会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问你呢，拍你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这谁呀？没事，我待会儿跟几个朋友喝个酒。要哪儿的？敢这么跟你说话？你说哪儿的？你再拍拍试试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都算了啊。没事，你看这小子。哎呀，阿豪，你怎么事儿？你刚哥这谁呀？上哪？上哪？阿豪，干嘛呀？你们这是？怎么了？裴谦，对不起啊，阿豪，你跟我走，你等着。听话，我等什么等？阿豪，刚哥，你赶紧让他走吧。对不起，小兔崽子。没事吧你？没事。你等着，你要等着。哎呀，你看你跟刚哥唠点美容院的事儿，真没事啊？没事，你要等着。还等什么等啊？坏呀，突然哗哗
你哪来的这么大胆啊？啊！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你主意怎么这么正啊？你别的没学会，你现在倒学会撒谎了。你现在长出息了是吧？你说，你哪来的钱交那画班的学费的？是。我管苗秋借的。那我自愿的借的，我的责任。这没有你的责任，表哥。刘叔是我儿子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，这没你的事儿。你看你这样，我心里头，哎，现在有人帮你瞒谎了，所以你胆子现在越来越大了，是吧？你请你孩子，你可别介，行吗？就是全看我了，行吗？这事我反正，表哥，我没说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这个钱你拿着，我哎，拿着，别介了，我拿着吧。刘叔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别跟他一样。裴倩帮你找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找的。哎，你还认识他？是吗？嗯。谁呀？你呀。我？你可得了吧！我哪会美容院那些东西？我呀，想了很长时间。其实你呀是最好的人选，你就别跟我去南方了，就在家里算个美容院。主要是我也不懂美容院那些东西，不懂不要紧，可以学呀。我明天给沈阳的朋友打个电话，让他搁那边找一家大点的美容院，然后你去学一学。那啥时候去啊？明天就去。行，那明天我跟我爸说一声吧。玉芬啊，啊，那个眼睛迷了。哎呀，咋了？进去个东西。在哪儿呢？看，没出来。怎么样？没出来，搁上眼皮上呢。你翻过来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怎么样？哎，出来了，好了。
好点了吗？好了。那你在这歇会儿，我去做饭去了，饭马就好了。哎。谁？什么声音？嗯？嗯？自行车咋倒了呢？你不赖他咋不关门呢？我关了。谁开了呢？想出啥招来呢？招都想出来了，还是缺人啊。有我们哥俩还不够啊。要不明天回镇里找俩去。找个女的还行。开玩笑啊，你找女的干啥呀？这活就得女的干。二飞啊，你媳妇要打扮打扮能像城里人吗？打扮呢，费点劲。就他媳妇儿，我可见过，装男的还行，装男的都不用化妆，那相当磕碜的，在农村都像三四等人似的。就说那个屁话，那我还有媳妇儿呢，你能的你没有个媳妇儿？我不心高吗？我要找你媳妇儿那样，我他妈结八次婚了。怎么不装就能死啊？晚上睡觉还戴个帽子，你是租来的不？我这不怕冷吗？是不是租来的？什么玩意儿？我是你说我戴帽子关干啥呢？还敢跟我动手动脚？行，不是，你媳妇是那样吗？你说你媳妇是那样不？啊，过来，你自己说，你自己说说看看，说那个屁话。那谁，慢点，大壮，那你明天回镇里接俩人，一男一女，尽量找两口。接了干啥呀？到这就知道了。睡觉，哦。那你还得早点起来。跟男的似的，还不承认呢。你就你好看，我看你明天找个啥样媳妇儿。行了，哎呀，这。